那今天我们高产的 Laura 大佬 Remade 啊，又发布了将近十款相机运镜的这个 Laura， 当然是针对于 1.2.1 的图片生成视频的。那么这些 Laura 呢，几乎涵盖了我们日常运用的各种运镜的效果啊，其中包括这种弧形的运镜，模拟一个机械臂这样去运镜，另外呢还有这种突然运镜的效果。当然这些 Laura 的话，有的表现会非常的稳定，但是有的呢就稍微差一些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把其中的比较常用的几款给大家实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说一下我们这次测试的基本设计啊。由于它给定的这种实例呢，都是这种横屏的。就是16:9的，所以说我今天的测试呢以9:16为主，我们看一下竖屏的表现。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，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 点 AI 来访问这个平台。那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Laura 啊，第一个 Laura 呢叫做Crash Zoom In 啊，你怎么理解呢？它翻译叫崩溃放大，那这个不太合适，就是突然的放大。所以说呢，指的是突然放大拍摄对象，通常指的是脸部，以增强戏剧性的效果啊，惊喜感或者是喜剧效果啊，非常适用于这种风格化的剪辑或者是突然反转的这种镜头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。你注意啊，所有的这个 Laura 应用的工作流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简单说一下啊，这个工作流的组成，首先是我们的宽高和我们的帧长度的配置啊，这个可以根据情况自己去修改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儿加载了一个 1.2.1 的 i2v 的 14B 的模型，当然是 FP8 的。同样，我们加载了两个编码器，因为我是一个 i2v 啊，所以说既有这个文本编码器，同样呢也有视觉编码器。另外，我们加载了 1.2.1 的 VE。对于模型的设置，我建议大家开启Sage Attention， 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如果说你没有安装这个 Sage Attention 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关掉啊，这儿我暂时打开。另外的话，我这儿用了 T-Cache， 同样就是加载了这个什么这个 Laura 模型。那这个 Laura 模型呢，我已经全部上传到了我们的 Running Hub 上啊，大家可以搜索有趣的80后程序员，然后去看我发布的这些模型。然后这儿有一些 Laura 配置的基本选项，首先就是这个 Shift 值呢要求是 5.0， 然后 CFG 值啊要求是 6.0。 另外每一个 Laura 呢都会有不同的什么呢，不同的提示词啊。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参考图像的部分。我把一个图片呢进行了一个 resize，那么另外的话呢，使用一个 Florence 来获取这个图片的一个基本提示，然后跟我们的触发词啊进行一个合并，生成最终的提示词，然后进行编码，进入到采样。然后你要注意，参考图呢需要经过我们的视觉编码器进行编码，然后呢经过我们的 One Image to Video， 然后变成我们最终的正向条件和负向条件以及我们的 Latent。然后这儿的设置和普通的 One 的图声视频是一样的，那基础的工作流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Laura 啊，它基本的设置在这儿有说明，包括强度 CFG 还有我们的 Flow Shift 值然后这儿有提示词，所以说你在应用的时候呢应该根据普通的 Laura 把这个提示词给它换掉。大家注意，我现在的帧数设置是65啊，所以说最终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它其实有两段放大的一个效果啊，当然这个我们不用去管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突然放大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。如果你在做一些喜剧化的效果或者情绪反转的时候，可以使用这个 Laura。 好，下边呢我们看第二个 Laura。 那第二个 Laura 呢我们叫做 Crane Up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模拟这个起重机这个摇臂然后这样起来的一个过程。我们需要看一下啊，就是它的这个触发词呢就变了啊，所以说你在应用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替换掉。然后别的呢其实跟上一个 Laura 是一样的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aura 的效果。我测试起来呢只能说这个 Laura 的效果一般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如果我们细看这个生成的最终视频，我们的确有一点相机上移的这种效果，但是不是特别明显。而且你要注意，我现在展示的这个效果是我测试了很多遍之后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竖屏的分辨率下边，这个 Laura 的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啊，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啊，但是呢的确不是说每次都起作用。下边我们看另外这个 Laura 啊，这个 Laura 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模拟骇客帝国的一个效果啊。那大家可能都看过黑客帝国
或者叫翻译成叫骇客帝国，这里边有大家非常深刻的一些镜头啊，比方说这个人突然不动了，然后这个镜头围着他在转，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模拟这个效果。那我们看一下那最终呈现的一个方式，我这个图片呢选的也比较有特色啊，是一个女孩正好蹦起来的这个瞬间。当这个图片被抓拍下来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生成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。那这个女孩在空中呢，她开始动，所以说呢就像我们那个骇客帝国里边看到那个效果是一样的，这个呢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。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臂下移的这个效果，这个的话呢在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换这个触发词，因为每个都不一样啊，所以说我在后边讲的时候就不强调了。那在我测试起来呢，这个效果是最差的。我曾经测试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生成的这个历史。比方说在竖屏里边呢，我曾经生成过感觉还比较不错的一些效果，比方说像这个啊，它的确有一些下移的这个趋势啊，但是不是特别明显。然后呢我做了很多的修改啊，比方说去修改这个分辨率，我在这儿用的就是一个16:9的宽屏的分辨率，然后我得到的效果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，大家看一下，它的确有一点，但是呢我觉得也就这样啊，所以说呢它的稳定性呢也不高。那这个 LoRa 呢我们称之为360旋转，你要注意是相机转不是人转啊，所以说呢周围的景物应该是随着这个相机是在动的。那么这个的稳定性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我们看一下我测试的效果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相机的确是在转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比我们说的那个下移啊，或者是后边讲的过头顶的这种感觉呢，其实这个效果还要更明显一些。然后这个 LoRa 的效果就比较稳定了啊，它叫弧形的一个运镜，其实你可以认为就是360度运镜的一个体现啊，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和这个360的运镜去什么去相互替换是吧。那但是这个就非常稳定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这我传了一个女孩的图片啊，然后经过我们这个工作流处理之后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明显。所以说呢其实如果你想实现这种360的话呢，可能这个会更合适一些。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弧形运镜的一个效果。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其实还是一个类似于摇臂运镜的效果，但是它是过头顶的。那我们通过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实例，大家会发现它给的例子还是比较明显的啊，但是我在竖屏里边测试起来呢不是特别的稳定啊，我觉得也就一般。当然我在抽卡的时候也得到一些效果比较不错的视频，但是我觉得那概率是比较低的。所以说呢整体的这些 LoRa 来讲的话，大家用的时候啊稳定性比较强的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呢是这个骇客帝国的，第二个是这个 Zoom Out 的啊，第三个是这个弧形运镜的，而剩下的话呢你就看情况了啊，不是说每次可能都能这种效果。当然我给大家说一种情况，就是我现在测的以竖屏为主，也有可能它在横屏下边表现会更好啊。但是我觉得一个 LoRa 它的泛化能力是我们需要去测评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那不能说它给的例子都是这个横屏的我们就都用横屏的，我们最终还是要综合来看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